糊涂科技馆，我是本馆的解说员，我的名字叫刘静。随着时代的进步，科技的发展，我们科技馆的展品也在不断的更新。今天我将隆重向大家介绍两款非常高端的产品，请跟我来。这是我们的第一款高端产品，电动仿真欢迎光临。大脑八核的，内存800G， 功能强大，还可以模仿各种笑星。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下，请为大家模仿一下文心宇老师。哎呀，哥哥终于见到我心中偶像周迅老师了。哎呀，见到你之后啊，我腰不酸了，背不痛了，腿也不抽筋了，你简直是这个华佗在世啊。高端产品就是高端产品，总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。下面跟随我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款高端产品。还是电动仿真老奶奶迷你型的，这款产品绝对的高科技，大米大米技术。哎呦，好有肉感哦！这款产品不但承载了第一款产品的各种功能，它还会有各种丰富的表情与大家对话聊天。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下。滴啊哦啊哦哎啊滴啊咚啊哒滴个咚啊滴啊哒个咚。只是一点皮毛，如果要是有音乐响起的话，大家将会看到更加精彩的演出。一号二号产品，听我的口令，集合。总是终于征服了过失。